我觉得对的人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，在这段关系里面的时候，可以互相激励彼此成长，然后协同进化。我觉得对的人就是两个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候，可以非常的自在舒服，然后即使不讲话，也会有一种很安定、很安全感的感觉，这样。拜月老啊！我有一个朋友拜月老，马上就交到女朋友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心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宋博伟。我们是这次粉墨之二月号的封面人物。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我们的消息，那就请锁定二月号的粉墨志，以及妞新闻的 Facebook、Instagram 还有 YouTube 哦。